现在他们要找这里的负责人。这里还有一个大草原。这里还有其他人搭帐篷。现在 Jet 他们在登记。这里还有卖咖啡呢。这里的咖啡是卖两块半一杯。现在他们准备要放衣服去房间。今天这两条大牛就辛苦了。现在他们在这里休息，喝咖啡。这小妹妹跑路回家了。这就是这里民宿的家。还有两架越野车丢在这边。这里还有养了很多兔子。你看真可爱。现在阿军正在拍这边的环境给你们看看。这里就是他们今天晚上要住的房间。现在阿军放他的 DJI 上去看这边的风景。
现在他们在这边谈天，讲故事。今天 Bonnie 他们有带到罐头，这里的民宿只有青菜而已，太可怜了。好彩 Bonnie 有带到罐头。你们看，麦克在跳舞。看到那条阿麦哦。你看这只猫很可怜啊。你冷我哦。你们看，还有闪电。好了，晚安。